12日起，中天综合台最新一季《中国好声音4》。人类一生中大约有1/3的时间都在床上度过，不过想要睡得香甜，可就要避开部分颜色的床单。从色彩学的角度来看，亮紫色会让脑内艺术区块活跃，容易在睡梦中看到鲜明的梦境或做噩梦。如此一来，大脑无法放松休息。因为是亮的，而且是紫色的话，都是可能会让人情绪相对的可能会比较属于高亢不稳定的状态，比较不推荐作为床单的颜色，就是选择使用。很多人喜欢贵气的金黄色，但金黄色对视觉刺激强烈，情绪容易烦躁的人还是少用为妙。另外，大红色的床单对老是失眠的人也是打击。睡觉的时候其实是脑袋要放空，情绪比较平稳，所以如果一些比较淡的颜色，这一些对睡眠前的情绪状况会有比较平稳的影响。有干扰睡眠的颜色，当然也有帮助睡眠的色彩，例如蓝色床单能使人心情平静，嫩绿色让人联想到大草原，可以舒缓紧张焦躁情绪，淡粉色则是有放松的效果。在购买床单时挑选对的颜色，打造舒适的睡眠环境。记者黄建颖、吴月芳台北报道。